하나.走吧，下一站。这里有比较好坐吗？有成功吗？哇，成功了！我要拍这个。这个小朋友来这边吃吧，汤饼。哎，爸爸来这边可以拍他哎，无比非洲讲。会不会太烫？瘦的会没有瘦，1.9。OK。金主出现。 应该是吧，买两个好了，好不好？他卖的东西比较多。你要吃什么？味噌。 看一下，好了，就去吃吧，就不会融化了，还是也会融化。 它有限定版呢，珍妮太可爱了。太夸张了。 35个，还有北海道鲜饼，一个大概10。分着吃啊，哈。对啊，哎，昨天负7哎。 只有负0.9，还不错啊。好了，有了，那可以把它放下来。太粉了，蛮好吃的，就是贵了点。